教你简单三步画猫。首先简单画一对耳朵，然后随便勾勒出猫咪的整体轮廓，不要在意像不像，后面再画细节，然后把眼睛鼻子的形状也画出来，身上的纹路也简单画几笔，然后简单的给猫咪上色，画出毛绒感，注意领带的细节，眼睛画出光影，超写实的猫咪就画好了。你们学会了吗？